建台湾的祈祷，祈祷五一五。与其抱怨黑暗，不如点燃一根蜡烛，让我们举起祷告的手，每周五天，每天一次，同心为国祈祷五分钟。欢迎大家加入五一五祈祷的行动，我是范范长老教会李月兰牧师。今天我们特别要一起为台湾土地来祝福祷告，使2300万的百姓能更蒙神祝福。在马太福音18章19节，神说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我们现在一起为台湾丧失大量的农田、森林、山坡、土地、大海来祷告。主啊，当我们看见台湾这块土地整个生态渐渐恶化的情形，虽然我们遭遇到许多的极端气候，在各县市乡村我们看见很多的灾情与灾难，有的时候下大雨造成洪水泛滥，有的时候又是干旱期。主啊，你创造了万有，也在自然界当中掌权。当洪水泛滥的时候，你是作者为王的主，你仍是掌权的那一位。在大自然反扑的情况中间，也求神将你的智慧赐给我们，将你的力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如何与大自然和谐共处。愿你的爱充满在这块土地上，求你使管理土地的主人，山坡地要被保护爱惜，不再滥垦滥伐，能够严防土石流的发生。求神保守土地不受污染，留给下一代更肥沃的土地，不随意租给集团来使用，来撕裂我们的土地，不允许政治因素来撕裂我们的土地。在这个天灾地震与台风的世代中，求你看顾住在山上、平地以及海边的百姓，因着你的眷顾，能够减少各样灾害临到我们的家园。求你赦免人所犯下的自私和贪婪，造成大自然受到损伤。主啊，愿台湾的土地都要生产杰出肥美的农产品，供养畜牧业，使其兴旺，不只供应本岛的需要，还可外销赚取外汇，使台湾的国际地位不断被提升，让神你的名在这块土地上被尊荣。当我们为家园举起祷告的手，求你用你的爱与赦免、真理与公义医治这受伤的土地。主啊，我们恭敬地向你祷告，让这块土地真的成为福尔摩沙，是蒙福的福尔摩沙，蒙恩的福尔摩沙。愿你的医治带来修复的关系。主啊，你说疲乏困倦的人要得着饱足，个个丰衣足食，享受耶和华你所赐的福。你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愿你的平安喜乐永远与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同在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本单元是由国家祈祷早餐会筹备会、地区联祷会与佳音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请加入祈祷五一五行列，每天同心为国家祈祷与祝福。